香港天后容祖儿12月19号晚上出席为纪念其恩师罗文70岁冥寿举行的纪念演唱会。身穿超性感深 V 低胸露背裙现身的 Joy 大秀其平板身材，而 Joy 回忆恩师当初对自己身材的批评时，表示希望对方会看到今天自己所下的苦功。他会说：“哎呦，怎么那么平啊？”这样吗？他因为他，他是很有要求的人。好了，现在瘦了。就又有另外一样东西可以再好一点，所以他是永远不会满意的。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好的。另外，容祖儿早前已经宣布会缺席即将举行的星辰劲爆颁奖礼，又传主办单位因此会把女歌手的最高荣誉奖项改而颁给近年在内地成绩突出的90后歌手邓紫棋。被问到会否觉得因为缺席而丢大奖而不值，容祖儿就表示这些事情轮不到自己做主。我觉得每一个歌手拿奖，都是应该由观众来评他能否值得那个奖。我觉得没有一个歌手能够把奖抢过来，或者是把奖送出去。这个是我自己在这一行十几年的一个经验，一个感受。但是就算你很就是已经做得很好，但是拿不到奖的话，大家还是会心里给你奖。所以我觉得这个奖对于在入行多时的我来说，我觉得无所谓。Jam 拿也好，谁拿都好，都是开心的。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